正法是道理，无差别为之正，佛为正法所依，何其向正动，教理行果之所者，为正法体，佛为三界导师，弘教传正法。学佛啊，方向要正确。佛陀一大事因缘来人间，目的呢，就是要教导咱人人观念方向要正确啊，心念一念偏啊，那方向步步错，就容易呢作业吧，累积无明烦恼。佛陀来人间的目的，就是为着正法。正法道理是无差别啦，那就是自己正义道理啊。天地宇宙的无边际、无不多是道理，正确的道理顺掉啦。那天地呢？宇宙、世界，都一切平安，也那是一点仔的偏差。那这整个世界、天地，处事乱呐、啊，人心啊，那就是灾难偏多咯。最近常常在讲，国际间呐、啊，多灾难。世代不调啊！为什么世代不调？常常提起啊，是人的行为，人观念偏差，生活错误的方式。所以在行为中就造成了呢，这破坏天体宇宙，亲像大地不断严重受破坏啦，的整个大地资源呢？不断啊，一直毁耗，一直呢消灭掉去。到底这个地球有偌大啦？伊所蕴藏着的资源呐，人类聪明发觉着不断呐。从大地呢，会当供应予人类生活，天长地久，天地时间有偌长呐？人间生活都有偌久啦？但是人类呀、啊，却发现着啦，这。大地资源无处不有啊，它
贪念一起，不管是高山、大海、地的深处，都是不断的去挖、去钻啊，看真多的资源过多啊，去提、去取，所以真多呢，拢是爱经过提炼过，所以不只是能源耗费掉去啦，无形中一直消耗掉去。那制作提取的迫害污染，愈来愈增加咯，这人类人口愈多啊，消费愈多，心念愈无正确，那有这么正多啦，合卦来的复制了真大的力量。所以这个天下灾难的偏多，也那是讲，人人知影正法，了解道理，咱安分守己啦。时间、空间、人甲人中间啊，天地人合二为一啊。平安相处，这是这么正水人类生活的空间，偏偏就是人类的心念偏差。所以佛陀呢，为着正法啊，所以出现真干，就是正法所依止。咱正法是要安怎样，互人会知影呢？天地人呐、啊，要安怎样？敬圣尊，敬天爱地啦，和睦人类。咱要安怎样会当知影这个道理？那就是爱佛陀大觉者啦，体会到这个道理，他是将这个道理呢，扶持向着正道，来个人开始。扶持向正道法，未来领导众生呢，往正确的方向行。所以佛陀来人间，爱施教，也咱众生啊，爱依这个教。的道理啦，来吸收啊，修教体会了后呢，哎，身体力行，教力行果，那一定爱身体力行啊，才会当去看到咱迄、那个。正法的结果，真正体会正法，咱若身体力行，则有法度呢。正果啦，教理行正，啊，正就是正果啦。咱接受佛陀的教育，体会道理，身体力行，那。真正以天地
宇宙啊，天体合二为一，安尼来整个这四项呢，教理行正啊，是教理行果正，就是正果吼。这四项呐，是为正法体。法的道理就是安尼，你若会当通彻一切道理啦，啊，道理就是安尼啦。佛呢，就是三界导师啊，也嘛是四圣诸佛啊，来人间呐，莫非就是要予咱？了解天地的道理呀，有形无形，有形的物件无不都是合成的，无形的道理啦，每一项物件都以道理存在，每一项物件呢？合起来叫做整体，这些东西把分开去呢，那回归于无形的道理啊，物体每一项都有它的道理，体内有体内呢的道理存在，木内有木内的道理存在，那铁甲木，嘛是依着大地生长的啊，含藏在大地。大地有大地的地理，哦，就分开啦。各有伊的名称，各有伊的形态，各有有伊的真理存在。真的天地宇宙间的道理是看不到，但是行要有各种的理合会成为行，这有形的东西有相有形，这咱拢常常伫咧讲啊，但是咱唔知，过去咱拢唔知呢，那就是爱经过了先知的人，向后面的人甲咱教育、解释，所以做人啊。开始细汉都有学龄的时代，从幼教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这一层一层的道理啦。所以教育教者传道啦，育者那就是修业。咱该安怎做行为较大汉来啊？教甲真成熟，你将来爱做诶，从事诶事业是虾米？都安尼看看，甲咱教，互咱了解哦。这是人间社会啦，传道授业诶教。有呀，佛陀呢是涵盖了天地万物啊，众生生命体安怎来，安怎去啊？安怎行因？安怎得果？行因受？这呢，
佛陀分析给我们了解因缘果报，佛陀来人间，就是为阿弥的一大事，给我们真体会透彻了解，希望我们可以依循着这条道路，将我们的真如本性可以以天体呢宇宙合二为一，让我们的见解开阔天地宇宙啊，这个道理合二为一啊，这样人间啊才可以真安全幸福，天地人合二为一啦，共生息，安尼，咁就是啊，一个真自然、真安全、真快乐的世界呢？佛陀的教育到底呢？众生会当接受偌多啦？哈、啊，逐天逐天啊，看到新闻的报道啊，逐天呢，因为咱众生，那就是一天地间啊，众生的苦难。咱五十年来啦，以佛陀的教育精神，这个教理行不断呐，就是依循着这个教，佛陀的教育道理呢，咱依照阿弥的方法。咱立人群啊，希望人群中人人会当共同了解啊，人甲人的中间互相啊，爱发挥一份爱的精神、人道的精神、人道的大道理，那就是菩提角度。五十年来呀，将台湾为起点啊，一直呢延续到现在，已经伫全球啊，自这人的卡架打遍了近百个国家去付出。看的代志愈来愈多哦，所得到的信心呢，愈来愈快速。多一个国家发生什么款世代不凋的灾难，多一个国家，这个人类呀、的灾祸，真紧呐。都传达出来了，因为自这人遍及了这么这么多的国家，因接受到佛法精神理念，慈悲喜舍，因无缘大慈，动体大悲啦。邻近的国家，或者是遥远的国家，因发挥迄份的四方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哪怕是真遥远无边际啦，因也愿意去，就亲像现在，现在这个时刻，伫厄瓜多。主持人啊，从美国去的啊，
从南美洲去的，昨昏佫私信啦，从现在科技发达啦，看到一至十位呢，从美国无同州啊，也佫从南南美洲。也无同的国家，安尼呢，共同去迄个所在汇合着，伫当地呢，启发了当地人的爱心。现在已经呢，去伫个义工带进啦，已经是第四个城市，到个海港去了。好，听到因伫咧汇报转来啦，迄个地方，大家人对即群来自远方啦，用迄份真诚的爱伫咧对待因，咱也看到大爱的画面出来。伫街仔路边呢，已经清扫甲真干净咯。做小生意的人呢，也开始出来啦。迄个小饭摊哦，小吃的迄个摊吼，也出来啊呢。那这头家啦，两个伯仔囝。拢来接受义工拜敬，所以工资啊，个人都领到的第一工就是15块的美金嘛。因摕到第一工摕到15块的美金，弟仔囝拢真欢喜啊，两个夹起来都30块咯。干那讲15块啦，因讲对因讲是一个大数目，因呢会当心安起来，安啦、安了因的心，因展开了希望啦，小本钱呀开始有咯，因安呢。就去用一个大头啊，用一个一台车，开始呢，就拼拼凑凑啊，订位啊，安尼呢，拢总摆摆起来啦，桌啊椅啊呢，安尼买来路边扛着呢，开始做生意咯。感恩啊，感恩主者，这么远的所在来辅导因的心，引导因安怎样来复建因的家园，把家园打扫好啦，因会当做起小生意来。因真感恩呐、啊，阁有另外一位，伊是伫咧卖清洁诶物件，同款也用一台车载着迄个清洁扫帚啦，或者是刷条等等啦，遮个物件，伊呢嘛是安尼讲啊，安尼。开始呢，恢复了伊这份信心，提起了伊的精神力量。现在伫咧卖遮个物件呢，譬如讲一支扫帚，可能是3块，但是要甲买去参加打扫的人。伊只有2块尔，伊讲
还是同款两块卖伊啦。伊想着，伊嘛是被帮助啊，同款啊。伊现在会当小本做小生意，希望因这个社会，因这个国家，会当赶紧呢，复苏起来，生机会当搁再复苏啦。这么远的人，用心来疼惜因、爱因，家己呢，嘛是会当安尼互相帮助啊。这就是人性。开发起来啦，力量也起来啦，这已经因的国家的一挂官员啦，也真感恩啦。昨昏伫咧开视讯会时，伊讲因当地邀请组织人甲因同齐去降旗，甚至呢约好要甲组织人见面啦，啊，要开一个会吼，等等啦，这都是啊。本来这个国家甲咱一点啊关系都无，也咱嘛无经济伫个遐，但是这回去了后呢，好大动了，当地。有台湾的经济在那个地方，几十年前啊，就要来企业家的生活赢过啊，也嘛有发过愿啊，讲将来呢，嘛希望在厄瓜多那个社会，伊会当发挥组织的精神。但是呢，几啊年来无迄个因缘接引呐，这回就是因缘呐，想到主者啦，信息过来啦，也咱也知影，迄个所在就是灾难遐大，咱也伫咧规划要安怎去，可无有这种因缘伫迄个所在，竟然伊想到啦，咱也准备好啦。就这样回合，美国组织人接受到这个任务，他们这样去了。那美洲呢，组织人义不容辞啊，这语言会通，他们就会去做翻译，这就是平时啦，正法入心。有了正法入心啦，自然呢，这条路就行会通。所以正法之道理啦，无差别，就是叫做正，这个正法，不管是伫厄瓜多，这个因缘伫几啦年前，这有因啦，这个经济。在那个地方，自然这个缘啊，这回那个国家，这个灾难，引起了这个因，那生这个缘呢，就这样汇合起来。这法啊，就是这么这不可思议啊，因缘汇合。现在呢，迄、那个国家啊，频频一直呢不断呐，一直咧头条的新闻，昨昏的视讯嘛是阁讲啊，哦，今仔日阁是头条的新闻呐、啊，伫咧报道，组织伫即个所在，安尼以工代进呢，迄、那个成效啦。成效呢，真好啊！真紧呢，伫咧复苏啊！这就是正法爱入世，五十年来，敢唔就是安尼呢？
佛法的教育道理呢，只要咱用心甲铺起来，寸寸的爱来铺路啦，甲这个理呢，甲路铺起来啦，甲我的友情呢，纷纷连接起来，安尼一当阵看到。人间啊，灾难偏多，菩萨呢，将人间啊涌现出来，这就是正法。正法第一念间啊，现在呢，就是啊，伫个托尼基啦，嘛当伫个开迄个高峰会啊。百几个国家，有65个国家的元首，180国家呢的代表啦，集合在土耳其伊斯坦堡，开始伫咧开会啊。这是啊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呢，是第一次。完全为人道精神所开的首次、第一次的会议，邀请主席，那就是佛教唯一代表啦。在这个高峰会内底，伊将5月23、24，在因的国家吼，那这在咧开会啊。主席是被邀请之一，主席在那个地方，那个大会里有300多个摊位啦。主席有两个摊位在那个地方，一个完全在那介绍我们经过几个国家，是怎样方式救济，菲律宾的方式，马来西亚的方式，反正顶顶真多国家大型救灾的方式，咱安怎做？在迄个所在，参加关怀灾民啊，食的用的物件，参加疼惜大地啦，环保呢，这资源回收等等啦，有形的物质在迄个所在。电视中，这就是在人道精神这条道路呢，愈来呀，责任愈大啦。因为呢，现在天灾人祸啊，需要人帮助的人口呢，愈来是愈多。现在全球急需要援助的人口有7亿2500多万，干那人祸造成的难民都有7000多万，其他的呢是天灾的灾民，这些人总共起来1亿2500多万人啦。嗷嗷待哺啦，就是这人口都是伫咧等人帮助的人，苦难偏多啊！佛陀来人间就是为着安尼来，安尼教育咱啦。所以佛就是正法，所以护持向正道。咱来依照佛陀所教育的，行向正道、人道精神呐。那咱教理行果呢？这四项咱爱汇合在一起，这呢是正法体，不是干那听，不是干那研究，不是，那是爱身体力行啊。佛呢是三界导师哦。奉教宣正法，
佛陀是安呢，那么咱是佛的弟子啊，这就是咱的责任嘛。弘扬教法，护持正道法，这拢总是咱的责任，所以咱爱真用心去体会啦。灾难偏多啊，事情呢愈来愈需要快紧的脚步，走向人道精神的菩提大道行。这些咱大家人爱真精进，爱真奋勇敏锐的精神，慈悲喜舍，参加四方誓愿，这拢总是呢，那最根本吼、哦。来看看清明的文呐，所供养诸佛如上说定数，护持具法藏，互动行正觉。各以十方国适当一名号，即时做道场，以正无上慧。啊，两千在场的弟子佛陀为因受记啦，但是爱国在经过弥陀所诸佛。在遐个道场呢，听法；在遐诸佛呢，会发中啦，爱护持法藏，这爱安尼呢，人人修行啊，必定爱护持法藏，这是咱的本分事啊。佛陀的时代是安尼，咱现在也是同款吼。那安尼，才会当未来啦。同款会当生活啦，佛陀的时代修记是安尼，咱现在呢修行嘛是爱安尼，期待未来呢，人人也会当悟佛，诶，正法藏，好好继续修行，也是同款护持法藏的人。接落来佫讲吼。改名为宝相啦，国土及地主，正法与强法，设定无有疑，含义自心通啦，度十方众生，名闻普照遍，渐入于涅槃。好，这个人啦，佛的地主。得受记了后，未来呢，过遐久的时间呐、啊，得用心修行，护持法藏，最后呢，也会当成佛，名叫做宝相，国土啦、地主啦、正法、强法啦，等等呢，拢共款呐，平等无有异啦，所以。含义自心通，大家人拢有安尼心通力啦，会当度十方众生，因为当时伫十方呢，成佛去教化吼，所以度十方众生啦，名闻普照遍，就亲像现在自济人用同款的法。将近几百个国家呢，去施展人道精神，敢毋就是同款的道理呢？不过咱爱赶紧紧用心啦，天下苦难众生需要人间菩萨，所以咱爱真用心。接落来一段文吼，再讲。你是学无学二千人，闻佛受记，欢喜踊跃，二说其言。这个人听到佛为因受记啦，真欢喜呀、啊！
终于呢得到心愿啦。所以伊嘛有话要讲，开头唔敢讲话，即嘛佛陀为因受记啊啦，因欢喜，因踊跃，因呢开始要讲话咯。接下来这段文安尼讲：世尊慧定明啊，我闻受记音，心欢喜充满，如甘露见观，啊，真欢喜啊，就亲像甘露观顶同款呐。真诶，是得记心得记诶人呐、啊，表达出了因诶心诶欢喜。这两千人拢总诶心真欢喜吼，啊，亲像甘露灌顶同款，足欢喜的啦！世尊慧定明啦，我闻受记音啦。已经听到佛陀慈悲的音声啦，为阮大家人受记啦。佛陀世尊呐、啊，是世间的一智慧者啦，也就是明无尽呐、啊，这种定明无尽吼、哦。定定上团呐、啊，会当安尼呢？不断，甲这个定明呐、啊，因为人间无明黑暗呐、啊，有了佛的智慧定明呐、啊，安尼呢？不断呐、啊，教育呐、啊，不断呐、啊，甲这个定就是正法。道理啦，诶，明灯呢不断呐、啊，安尼上续吼来普照，真正呢光明来普照，那破敌呢黑暗嘛，所以我等得闻受记之音，因为佛陀的声音智慧，亲像明灯同款呐，照亮了。一切众生的心地吼，啊，阮大家人已经知影啦，阮将来嘛会当成佛啦，啊，这份智慧呢，会传承啦，只要用心，用心接受佛的教法，用心呢，身体力行。这条道路啦，阮嘛是同款，将来唔管时间过偌久啦，将来阁有偌尼多的佛出现伫人间，所有的佛呢，佛佛道同啦，同款的智慧明灯传承啦，阮呢同款会安尼接受啦，继续。接受吼，这个佛法种吼，这个、正法啊，诶，法种，阮一定会安尼传落去，实地智慧啦，是教贴诸法吼，啊，所有的法啊道理呢，拢清楚啊啦，唔是干那有形的物件，安尼分析一项。一项安尼分析，现在呢，天地万物啊，佛陀呢所讲的，佛陀的智慧呢，已经安尼一项讲出来，
涵盖了所有的道理，原拢总清楚啊啦。这叫做教铁诸法，是因为佛的实地智慧吼，那所以教铁诸法啦，天地无敌哇！这个觉性与天体呢合合为一，所以叫做教铁诸法，和所有的法啦，隆重的了解啦，所以令破虚相，好，这所有的虚无明啊，虚啊，定定伫咧障碍人修行者，也是一段真长的时间在凡夫中啊。那么凡夫呢？受世间人事物啊，定定的障碍，不断复制烦恼啊，无明定沙歇，定定障碍。现在呢，这个实地智慧啦，完全照贴所有烦恼无明法啦，完全破除了，用清净无污染啦，光明智慧之顶呢，安尼照破了这个定定障碍呢，会下地无明的法，完全去除啦，所以叫做慧定明清地。明慧吼，那大家人啊，拢了解啊啦。佛陀的智慧呢，就是一机啦，能令破这个完全黑暗的色来吼，完全破除啦。三界如一大体啊，这个大体内底呢，黑暗啦，无明啊。内底偌呢真多呢，也就无明，那么只爱一拍慧灯啦，点到起来呢，看尽了呢，这个三界内底啦，哈，这呢真肮脏啊，这呢真乱啊，这呢真垃圾啊，哈，这内底呢，原来呢，重重的。危机陷阱呢？好，在这个三界内底，只要呢有一点照破啦，破除了一切无明，这就是智慧吼。所以大家人的心啊，欢喜啦，如甘露灌顶啦，其心呢，迄个充满了欢喜吼。这未来的进步，这是生活啦。未来呢，因会进步啦，结果嘛是会当生活啦。这已经拢总真了解啦，从无明的凡夫入佛门来修行，那点点滴滴的法水来滋润。从小教小法啦，迄个小根基的接受，一直呢慢慢体会啦，入重根重基啊，体会透彻呢一切天地万物之间啊，因缘会合啦，合成来呢种种啊。人生的苦难，好透彻啦啦！这了解四体十二因缘化啦，开始发心，三十七座道品为道场，将家己的内心爱清扫掉了种种的无明。
数念处，数净坤，数如意境，五根五力，七菩提分，八正道分啦、啊，方向正确啦、啊，六道万行啦、啊。从安尼开始，正正经开始，那就是正法啦、啊，入心来，就未再有偏差方向。不管再过多久的时间，最后的进步到力行正，那就是正果啦。这真如以天地宇宙合一啦，这是正果，一旦完全成佛，了解回归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呢，回归以天地合一，这呢心真欢喜啦。这种的欢喜无法度呢去披露啦，所以叫做如得甘露之所见观。这是两千人啦，欢喜已经修炼到佛陀解受记啦，所以讲佛受我记吼，合佛甲阮大家人受记，甲我受记啦，如用这个甘露呢来甲阮灌顶啦，是啊。佛陀时时都是施甘露法啦，只是咱众生的心地呢，好，就亲像空翁门徒同款啦。那这个甘露滴落涂骹，只是蒸发掉啦，并无接受落去。那么，咱应该这片的心地好好呢，爱家己。经营啊，和咱这个大地呢，会当轻松起来，才有法度呢接受到这个法。咱的心呐无平安呐，呐无真轻松呐，那心啊，都去和无明顶顶卡掉的，都亲像呢土地面顶空水泥同款呐。什么物件呢？在迄个地、水泥地的面顶，都无法度浸透落去，地底下去。所以咱要地底下，会当感受到这个法水啦，那必定爱心地自经营啊，各位，修学无学人济品。这段文呐、啊，已经结束了吼，啊，咱是不是呢？有得到佛的智慧之机，定明照破咱的黑幕，咱的黑暗，是不是有比这个慧灯照破啊？这个定慧啦，有。破掉了咱心地的无明，也无家己爱问看卖咧吼。自众生
做三业行无明暗，咱是不是还搁伫众生地里呢？咱是不是呢？同款啊，还搁伫咧三业啊，伫无明中伫咧转呢。那咱是不是听这些话来啦？有法菩萨大慈悲悯心也无？啊，咱到底呢？对苦集灭道的智慧呢？咱有吸收到无？有成长咱的慧命无？咱往那问看卖一下吼。那佛的这慧定啦，世尊呢来人间都是为着要点起了咱人人心底一拍的定光，所以来人间说话啦，来人间身体力行，用安尼的方法修行，予咱看，咱是毋是有接受到佛陀的教法也无？这虽然已经是第九品结束啦，咱到底呢？在这么多品的内底，咱这个法有入心也无？那这都要问家己的心，只好爱时时多用心嘛。